近日，湖南卫视《爸爸去哪儿》热播，也将在湖南卫视接节目的吴宗宪大胆直言，类似节目在大陆火红，但节目常卖萌，总不能只靠一个梗做节目。吴宗宪也对类似节目续航能力存疑，他不改自夸个性，炫耀他主持的大陆节目两天一夜网络点击率大成爸爸，却也给足爸爸面子，若放在大陆比较，是地主的爸爸收视胜。陶晶莹因小孩无法适应镜头，婉拒类似节目演出，已是星爸的吴宗宪在开玩笑，要不是我儿子这么大我也想去。吴宗宪发梦想借桃子儿子李小龙上节目，还玩起李李人的广告梗，我女儿借他，他儿子借我，而且我跟他儿子玩大一点。美美娱乐资讯为您整理报道。